今日高迪打比第三回合啦，咁啊蓝队赢翻一场，咁啊结果咧就同白队差唔多啦，依家拉成均势噶啦，可以话系。咁仲有两个回合嘅比赛，咁希望两队都落力啦。咁啊睇下嚟紧两个回合之后咧，最终嘅战果咧会系边队攞到今届冠军啦。咁同埋今日咧都要恭喜蓝队嘅前锋阿 Eric 啦，因为佢咧就连中三元嘅，亦都系咧我哋打比以嚟咧第一个连中三元嘅球员啦，非常之难得嘅。
喂，讓開啦，我一齊。得得得。喂，點啊？得，喂，出聲啦！喂。壓住佢。喂，注意白身。係因為你再揸唔到啊嘛。係啊，係啊。幫手！好
聰啊，唔好執啦。Eric， 都係有危險啊，大佬。即係你踩人十比零冇用，你輸幾場咪冇用。我知，但係有一場十比零唔係啊，每一球有分㗎。即係你贏一場咧，除咗你攞咗三分，仲有十球波，你就十三分㗎啦。你可以有埋輸好在提取啫，好人得啦。